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众生迷惑常流转，欲持障盖即歼灭。如来为说广大法，狮子闯王能演唱。这个偈颂嘛，上次没有讲啊。这是妙音狮子闯前大破王，他得的解脱门嘛，叫普散十方一切大明成宝解脱门，是他所证的解脱门。众生，这个是专指这三界众生说的。迷惑，惑就是心里头迷了，迷了就起惑，惑是这意识上所起的，起惑就造业。那迷呢，就是指着无明盖说的无明，无明是根本。因为无明起了惑了，他就要造业了，造业了。无明盖法之后了，就没有智慧了。这盖嘛是无盖，实禅。这个名词咱不详细讲了。盖禅很多了。都是从那愚痴无明所起的。障住了。障住你那个自心呢，不能显现。想破除呢很难，它像歼密之网是一样的。所以在六道轮回轮转起来出不去啊。遇着佛事或者遇着佛出事，乃至于现在我们这末法时期，佛虽然入灭了，法还存在。如来说的这些个一切法，要他骗说呢说广，要他深说呢就是甚深难入。难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是欲此障盖把它歼灭，你生不出来智慧。狮子闯王，他能够入悟得，明白这一切的惑业的起源，能够灭无明。即歼灭了，即歼灭，很难的破坏它。灭啊，是很密度的，没有空隙。无缝无空，没有空隙时间。就是没有空处。它盖法着使你这智慧啊不能够出生。没有智慧怎么能破除黑暗呢？智慧就是光明的意思。但是呢，私闯这个前大婆王，他能够祝佛扬化，也向众生宣扬说佛的法。
那么怎么样能破除这个迷惑呢？就靠你的观照力，观照力。我们经常修观呢，观，观是观照，观照。什么来观照呢？智慧。人能有智慧呢？那跟佛学的法，佛教导我们生成了智慧。这也一步一步来的了。直到先观无常，一切无常，印的一切无常了，不要贪恋了，就说我们这个肉体是无常法的，它会是坏的，坏的，这样观了，你心不贪恋了，不贪恋了，他说我们贪睡眠，贪饮食，还有种说总说吧，贪玩儿，这个贪就是盖，如果把这个气舍掉，气舍掉，你渐渐的你智慧光明就能够显现了。知道我们这个苦难，这个盖禅愚痴，因为闻法，所以佛的教导，我们认识它了。认识它了以后，把它消灭掉，让它不让它盖法不住。虽然它很坚密，坚密啊，很坚固。密呢没有空隙可入，但是从你的观照的力能破坏它这个坚密网，就是盖禅之网，就不要说名词了，像咱们一天的思想，思想当中，对你这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喜欢的东西你想得到，你不喜欢的东西你想舍掉，说的坚密意思呢，想舍的舍不掉，想得的得不到，那你就在这里产生烦恼了，产生烦恼了。所以观照力认识这些个，它对我们是有害的，不是有利的。说睡眠，睡眠，睡眠恢复疲劳，适当的它是很好的，因为你没有睡眠，没有恢复休息，你的精神就不能恢复啊。但是不要过分，太过多了，就是愈次增长愈次的。饮食。饮食是支柱你的生命的，人要不吃饮食还能活着吗？不要谈口味，好吃的肚子胀得很大还在吃，不好吃的本来肚子很饿，他这不合口味你不耐吃，这些都属于盖禅之内。你先认识它，饮食是支柱我们生命，帮助我们修道的。为什么佛规定啊？过午不食啊？大家都学戒啊。紧挨着过午不食，还有一个戒啊，坐坐食。过午不食很坚持，但是上午能吃的时候，我紧着吃。而他用这不犯戒，他没学好，学好了坐坐食是不可以的，这只是饮食了。张冲是沙弥戒的时候不过往观听，这些大家都听到了，
在佛世时候至这个界时候，那时候社会上没有像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嗯，你坐车就公共车也好，你坐飞机也好，你到任何交通工具，你不能说不坐交通工具啊，就是不坐交通工具，你在街上走，那个放那喇嘛，嗯，你说把耳朵堵上吗？它是刺激你的心呐，所以你不注意了，嗯，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，这个是个，像这《华严经》讲的，它是要你心，心，这盖禅所以盖住的，盖住你的心，你心明了，心明了，心明了就是智慧开解了，开解了这些个障碍不住你了，障碍不住你了。你能得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，那六根门头都有一些障碍的缘，把它断绝了。嗯，因为这障碍的缘没有你一个因，这缘不缘只能助生啊。是你心里不清净，嗯，缘才能起作用。如果你心里已经清净了，缘就不能作用了，起不到作用了。嗯。如来普现妙色身，无量差别等众生，种种方便照世间，普放宝光入世间。这个是普放宝光的前大破王。宝光呢，就是智慧光，宝呢，能解除这个困苦厄难，光明呢能破除黑难，是形容词了。普放宝光，这个宝是指的什么宝呢？指的心说的了，咱们说的心宝，不是宝贝的那个宝。它能够认识到，认识到什么呢？如来现种种的色身都是微妙的，哪一类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，佛就现何身来度他。昨天咱们讲了，文殊师利菩萨现猪，没什么妙吧，他为了度那个猪，度那一批猪有缘的。难道我们人还不如猪吗？难道我们这出家的二众比丘、比丘尼还不如猪吗？那文殊菩萨怎么没现身度吗？你可能产生这个问号。那你的身边道友，你知道哪个是文殊师利菩萨？度你，你还不知道？那杜顺和尚是文殊菩萨化身，他的弟子在他身边待了十几年，他要来朝五德山找文殊菩萨，增加他的智慧。那现在我们看着那个偈子，我们一看都能明了，为什么他当时不明了？障啊，这刚才咱们讲障盖啊。障盖呢，该明的时候他不明了。咱一般的在生活当中，人跟人接触的时候很聪明很伶俐，咱遇到法上的他就障碍来了，他就不聪明了。咱们说业障，业障就是那个业给他障住，就那一念之间他不能觉悟了，不能觉悟了他就造成迷转了。那个咱们谁听到这句话都懂吧，文殊知此事啊，何处觅弥陀，你找文殊我就是啊，你还找胆儿哪去找阿弥陀佛去啊，他就听不懂啊。我们现在听到那句话都懂，一般人都懂，为什么他不懂啊？障住了。
那业障，本来是一点就能开悟的，咱就不懂啊。嗯，那咱们都知道，懂归又懂，又归懂了，做又归做了。嗯，佛告诉你们，色身不要贪恋，它是无常的。嗯，谁都知道吗？谁能放得下吗？嗯，他们学很多的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观了很多，观了半天，苦还是苦。你不能解脱，那中间差的没好远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呀、啊，相差没好远，就是不明白啊。好多的那社会上的警醒的话，都是行无常的，行无常的，嗯，都看你认识不同，是吧？观点呢、啊、看法不一样，所以把这个好事儿见不到，把坏事儿执着不舍，嗯，这样就受苦了，嗯，说世间的众生啊，差别它不同。有多少量不同呢？无量，无量。佛因为四现度众生，就是四现种种相。在《地藏经》，佛跟地藏王菩萨说得很清楚啊：我并不是广现佛身度世间，我现种种的身，度世间，那就是无量的差别身。为什么现无量差别身呢？众生无量嘛，众生无量差别嘛，嗯，那就是四现种种身，嗯，像观世音菩萨，咱们这大慈大悲，观不像像现了种种身，嗯，那咱们在汉地看见观不像，嗯，都是慈悲的，嗯，都是女相，你在西藏看见的这个观不像。就不是这样的了，都是愤怒相啊！他对那个那一类刚强众生，他用折服；对我们这一类众生，他是摄受。嗯，所以佛所现的色身是无量的，为什么呢？度众生，众生无量的差别嘛。这是方便性。照世间是指智慧，指智慧。之后照世间，使一切世间众生得觉悟，光明就破除众生的黑暗，众生的黑暗。大智方便无量面，佛为群书普开禅，入圣菩提真实行，持金刚床善观察。金刚树花床钱大婆王，他得到法门，就普尊容一切树，令见者欢喜的解脱。大智方便无量门是指着佛说的啊，有的时候标的佛如来或者标佛，有时候用佛的智慧，大智是根本，方便是善巧，你的根本的方便善巧来开阐一切法门，来度一些群生。度众生呢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证得真实菩提，真实行，真实行，是吧？依菩提大，证菩提行，这是金刚床的观察，这是上一偈颂啊。入金刚树华床钱大婆王呢，
普资用一切数，令见者欢喜谢陀门的下边，就是法随之运，说法，把说法的水啊，把说法的发音呢、啊、变成水，形容词啊，所以是比方，树、草木，它要水的支援，滋润它。咱们的众生呢，就是在那个苦难的八苦交煎的当中，那叫佛以智慧水说跟你说种种法，洗涤你这个尘垢，让你生欢喜。树木是形容人的意思了，树木。说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。那方便的善巧，就是让众生能够得进入。这《法华经》里头叫开权显实。用方便善巧让你得入的菩提，菩提就是觉，菩提就翻觉悟的觉，菩提道是觉悟的道，菩提行在菩提道上去找，达到菩提，究竟菩提的目的，证得菩提果，这叫显实，显实，这叫开权显实。实众生开佛的知见，悟佛的知见，入佛的知见，证得佛见，佛的知见，开示悟入，开佛之见，示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证得了。这些个种种方便呢，就是使你进入华严境界，华严境界，所以叫普知。普知嘛，就是普度一样啊，就是对于树木花草了，要滋润它。一刹那中百千劫，等以难乐施群生。佛力能现无所动，持乐庄严之解脱。这是普现庄严前大婆王，他得入善入一切佛境界。入了佛境界，佛是什么境界啊？佛的境界，给一切众生难乐，让一切众生得解脱，得解脱。一刹那中百千劫，劫是十分最长的。刹那呢，又是十分最短的。什么最短的？这个关于这个刹那呀，这个解释的很多。显示生灭法嘛。就是时间的极短，极短，短到什么程度？经上是这样分别的，说24小时，24小时的。是多少呢？是648万分之一的刹那，在24小时中，它属于648万分之一，相当于50分的一秒。人王护国般若经上讲，叫人王护国般若经，咱们大家呀、啊，求祈祷法会啊，求国家治难呐、啊。多分念文念这个人王护国般若经，他那说就你这一念一起心动念一念间90个刹那，一刹那有900生灭，记者论说一切众缘和合了，就那一念间就极少了，就是极微极微细的时间，
这个解释很多的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个决定的定义，就十分最短者就是刹那，十分最长者就是劫波。青蓝果是引证的很多，就讲这个，又讲这大毗婆沙论，引证的很多了，就讲这个劫。那么一般的解释呢，就是劫者劫波，就时间很长的，时间很长的，叫劫波的意思，劫波。完了，有时候翻那个劫就翻十分，不定长短。不定长短，这里头讲有个故事了，说在这个劫初的时候，这是净光天吧，说是他贪这个人间的那个，那时候地球初成长的时候，地上长着一种皮，那个地上长一种白粉，那个味道比它天上的味道都还好。那到这个人，到这个地球来，他要吃那个白粉呢，就贪这个粉的粉末的味道。那时候那个天人的身上都有光明，自然的有光明，因为贪味道了，贪味道渐渐的就。堕落了，堕落了，因为有贪心念念的贪心起了，他身上的身光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他光明啊就渐渐就灭了，因为他身光常照着，因为贪位身光渐渐就消灭掉了，突然间光明又现了，太阳光出来了。那就是他一太阳光一出来，他就高兴了，说天光来来，天光来了。但是很短，一会儿光明又没有了，又变成黑暗了，又变成天暗了。天光没有了，那就叫夜间了，又变成了。这天光默默，天光来来，天光默默，那是因为。太阳的轮转，轮转，太阳没了。这个来定，这都是讲这个劫的啊，都是讲劫的。引证来说了，说昼夜之分呢、就在这儿。光照的时候就有光啊，没照的时候就变成黑暗了。这分别昼夜的时分，这时分。咱们上半月有光明，下半月完全就黑，就黑暗了。形容这个天和这个月光。过去古人思啊，是天入有情天已老啊，天是无情，幸好天没情，要天有情连天也老了。月入无恨呢，月长远。说月亮也有恨，恨就是烦恼。为什么？它不能长照啊。这是大自然的景象了。不过人呐、用它作诗啊，来借助形容词，说连天呐、都要老，连月亮啊都有恨，仇恨那个恨呢。古人呐、这样的形容词，他这山水啊、人物啊，他都弄着，这是思想，他的用心呐、他没用到佛法上去，他用到这些上去。那说明了天是无情的，因为天不老。那月呢就有恨了，月若无恨，月长圆呢。他不知道中间是地球把他隔障住了。它本身也没个圆，也没个不圆，
现在卫星上天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月亮什么。